绝军，太冷了，我党要暂时退至后方，必须尽快找到孙将军才行。 撤退！小子，到手，恐怕要两地覆。感激不尽，真是帮了大忙。 我想将他带回，我相信你，哪怕将他捆回，不必担心。你先去，不必担心。你先去。
孙将军，当万死不辞！ 这回不过是一时大意，伯父，切切，抱歉，此地若能使就能放之过，若能使就能之过。
Yeah!
为什么？华雄在此，谁也别想过去。
活活地冲出来，我要命了！
又要被那人抢去功劳。